赖廷恩做了前面上半场，下半场上来的体能啊，包含的电力很充足。哦，卡比有点火气哦。最近的这两三波啊，裁判老师响笑频频啊。后方名是新职业号曾文鼎，可能犯规。哦，这看起来啊，最后认定是曾文鼎把卡比啊往对方的身上去推，推到那个简浩身上，就隔山打牛啊。哇，否则卡比说我怎么身体突然之间往前动了起来？哇，所以曾文鼎的这个犯规啊，其实反而是让工程师的两名球员哦，这个互相在场上有个碰撞，而且要吹一个违反运动精神犯规，让工程师可以进行两罚之后呢，再持有球权。哇，连续两周啊，曾文鼎可能都会在这个犯规上啊，成为被讨论的对象。哇，这球其实蛮危险的。他让塔碧去跟田浩碰撞。对。I know, I know, I know that you like it like that. I wear designer, check the name on the tag. White fox fur on my jacket. Excuse me, that's a